我们的一日店长邱泽登场。邱泽，好，来，所有的美女们，现在来，我们请邱泽，我们的两岸男神来帮我们退后一步，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呢，帮我们捕捉下这个最精彩的画面。你心目中完美的女伶到底要有什么样的魅力才可以咯？其实我觉得我心目中的必娶女人就像 Jo Stewart 给大家的感觉一样，真的吗？清新、可爱、自然，可爱中又带一点性感，这是我心目中的必娶女人。我要帮她把唇彩擦在嘴巴上面，让她知道清新透亮的感觉。直接上在唇上吗？好期待，好，来吧，就来吧。帮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梅果样唇彩就上在我们的这位粉丝的嘴唇上。哪里哪里，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，好好好，来，我们的粉丝嘴唇嘟起来，揪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你擦了我们的梅果样唇彩会更堆哦。准备转了，我要华丽的音乐。怎么转？一圈，再来再来，两圈，最甜蜜的第三圈，好幸福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拨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